真的，我好像在主持结婚典礼哈，你愿意吗？这配乐难不成羚羊 CP 真的修成正果，回金门老家步入礼堂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阳。看得出来你是李阳。其实羚羊两人现身金门是来见证限量版羚羊配高粱酒的抽签，现场以电脑乱数抽出36000名幸运儿，中签的金门乡亲就可以购买限量版羚羊配台湾之光陈年高粱酒。金门人有独爱羚羊配，从街机游行就能看到。29号搭机抵达金门，顺风横扫金门大街小巷，乡亲们热情迎接，鞭炮放不停，彩带满天飞。羚羊两人也兴奋地向大家挥挥手，有民众还说场面根本堪比妈祖绕境。另外回乡受到热烈欢迎的还有他。勇夺奥运桌球混打铜牌的小林同学林云如，30号也回到母校宜兰国小，和小选手们互动打桌球，传授奥运铜牌的秘技。宜兰县也加码颁发60万元的奖金。加的目标就是世锦赛啊。神话一哥林云如开心跟母校学弟妹互动，跑完这几天感恩活动，也要赶快恢复训练正轨，找回比赛节奏。记者林医生李俊龙、吕玉杰综合报道。